老板，你好，30片羊肉，30片牛肉。不好意思，牛羊肉啊卖完了。20串排骨，10串腰子，5个烤饼。真对不住，这排骨腰子也卖完了，烤饼还剩一个，烤吗？不是你们在做什么生意啊？点什么什么没有？开玩笑呢？您别生气呀。这都3点多了，本来呀，我们这也打烊了，要不您到别处转转？行了，有什么上什么吧，赶紧的。哎，稍等啊。我去，你有病吧？没看见多少人啊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瞪谁呢？给我瞪一边！来，掏钱！这个我们呀，打烊打扫卫生，见着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抱歉，抱歉，你也是够倒霉的。你说谁倒霉呢？你们要眼睛有病，就赶紧去医院，别在这祸害人。对，是我们不对，他也架不住您点儿背呀，一进来就甩脸子，跑我这小店装什么大爷，一脸摔相。说谁呢？说你呢？你再说一遍，宝儿，宝儿，好点没有啊？啊？说你什么好？你这个案子啊，哎，已经结了。哦，回去以后该上班上班，该上学上学。父母年龄都这么大了，少给他们添堵，就当是尽孝了。这次幸亏没构成轻伤，人家也愿意调解。要不你且得待一阵子呢，听见了吧？啊，谢谢您啊，警察同志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您放心，回去以后我们一定严加管教啊。赶快，谢谢警察叔叔。哎呦呦，还叔叔呢？您这儿子都多大了？我比他大不了几岁，您还拿他当孩子呢？这个不怕您笑话，这孩子在家里边最小，那个在我眼里，他老是小时候十几岁那样，在我面前屁颠屁颠的，这晃来晃去。别说了，行行啊啊，对，好了，回去吧，以后注意啊。谢谢您，您忙您忙。宝啊。傻了，是不是傻了啊？你也是的，大半夜的饿了，你怎么不知道叫人呢？就是再晚，爸也能起来给你做口吃的，是不是啊？爸，妈，我先下去开车哈，你们快点。哎哎，是啊，你饿了，你跟妈说，妈给你做也行。你跑出去干嘛？让人打成这样，你傻不傻呀你？行了行了，行了。宝儿，咱回家了啊！嗯，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起来呀！哎，走了啊！来，行，自个儿慢慢走啊！哎呦喂，瞧这！叔叔阿姨，哎，陈父啊，你说这宝到现在怎么还不醒啊？是不是挂点滴不管用啊？咱要不要再拍个片子什么的？我问过王医生了，震雷是因为长期不进食、低血糖，再加上情绪激动才晕倒的。输点葡萄糖，好好睡一觉，体力恢复就好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昨天晚上就来医院了，为什么不叫我陪你一起啊？至今不是第一次了。我们老这样，哎，我都习惯了，所以就不想打扰你。跟你有关的事儿，我都要在。知道了。叔叔阿姨，我一会儿有个手术，我已经跟同事说过了，多关照震雷。好，那你忙吧啊。谢谢啊，我送一下啊。好嘞。你谢谢我了。知道，你也别太累。你就听大夫话，别着急。行行行行。别犯心脏病了，算了，你说你。哎，醒了，雷雷，震雷，宝，震雷，醒了，震雷，你可醒了你呀、啊！
我和你妈都快急死了，知道不知道啊？啊，怎么样？振雷，你饿不饿呀？妈去给你买个吃的。啊啊，找什么呢？干嘛？啊，干嘛？哎，你爸干什么呢？干嘛呀你呀？你不是孩子？救我干什么？活着没意思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振雷，你不行，你别让你爸胡说。再怎么着你也不能寻死啊你啊！振雷，你就让我们省省心吧啊！你爸心脏病差点犯了，你没饿死，你爸可要吓死了。我真的不想活，你二老就成全我吧，行吗？这孩子你说什么呢？你这振雷，白振雷，你干什么？那么懂点事儿啊？爸妈昨天晚上一直陪着你都没有休息，你在闹什么闹啊？关雨晴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我死吗？我今儿成全你啊！来，这说什么呢？你这孩子打了！呀，别让你爸揍！哎呀，让我爸了不管！爸，你们别管，你们松手！你别拦着！你别想什么？你爸，你松手！出去！你拉着雨晴出去！关雨晴，别管他，走，都离开这儿！你别急，让我一个人，没完没了的事情，一个人陪着你就完了。哎呀，听话，对，你别管，关雨晴，赶紧回家。你给我爸了！你说话，你安静会儿。宝啊，宝啊，回来！你回来！行了，你让爸爸省点心好不好啊？哎呦，哎，那啊，行了，行了，再闭会儿眼，再歇一会儿啊。这孩子，可活了吧？我不想活了，爸！不许胡说！我不想活了，不想活了，爸！不行了，行了。妈，我现在送你回去，你能睡就多睡。哎呀，这孩子不让人放心啊！你说我回去，我哪睡得着觉啊？你爸肯定24小时的伺候，没个人轮班，他这身体能受得了？专家公寓离医院近，你先睡，你休息好了过来跟爸换，让爸也去那儿休息，这样总行吧？好吧，妈听你的。喂，爸。雨晴啊，小宝刚才又晕过去了。那我回去啊。不用不用，我就是跟你说一声，刚才大夫都来过了。我觉着啊，以后你千万别上病房来了，免得这个宝他不高兴。那没事儿，医生来看过了，一切都正常，啊，放心吧，走吧。妈，你盖个东西，别着凉了。哎呀，妈，别再看了，别操心。一会儿啊，我再去趟医院，你好好休息。你爸不是说不让你去吗？不让去我就不去了。大不了被骂一顿呗。清风啊，已经跟那些医生都说好了，护士们也都会照顾着的，有什么事会给我打电话。哎呀，好，躺好。来了。哎，姐，妈给我发微信了，怎么样？还好吧？杜云来了。哎，我在路上买些吃的，你们还没吃饭呢吧？妈怎么样了？哎，还行还行。妈。还是姐想的周到，带了饭过来。你说我把这事都忘了？哎呦，那可不怪你，咱们全家跟着振雷折腾的，谁还想着吃饭呢？一个个都快成铁人了。姐，一会儿吃完饭就回去吧。我请了2周的假，这边我全都能照顾。哎呀，我没事儿。雨晴啊，是怕耽误你生意，一直拦着我不让我跟你说呢。那这事儿还是要找他过来一起商量商量，才能更好一些呀。你说咱拿这振雷怎么办？能怎么办呀？这爸跟个门神一样，处处护着他。反正我可没办法，你们自个儿商量。吃饭。要不让振雷跟着我一起送货，转移一下注意力，我来管他。你确定你能管得了他？哎呀，妈姐，先来吃饭吧。好，咱们先吃饭去，走。哎呀，
吧。哎，在呢，在呢。宝号，醒了啊，醒了。哎呦，来来来，饿了吧？啊，哎，说了，这个是排骨汤，这是牛肉羹，这是鸡丝粥，还有肉包子，吃哪个？来，喝点粥吧。哎呦！啊，哎，哎，现在只有你爱我了。哎呦，如果你都不爱我，我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哎呦，傻小子，我是你亲爸，我不爱你爱谁呀？啊？哎呦，你看看你，我告诉你，爸现在活着就是为了你，知道吗？爸，哎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不给你添堵了。好，好，我家宝越来越懂事了啊！来，来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姐啊，你就在这好好住着啊！咱不养好了不走，清风都跟这打好招呼了，踏踏实实住着，好吧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说过那徐清风养的比我好？你说什么呢？这是，你是不是心里觉得徐清风比我重要？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，这他能跟你比吗？啊，清风再好，他也是个女婿，这女婿他是半个外人，你是亲生的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就算要比的话，那他最多也就是和陈志军那一块比一比。你别胡思乱想，冤枉你老爸啊！那你说，你三个孩子里面，你最喜欢谁？这还用问呢？就是你！你怎么证明这是我呀？哎呦，宝啊宝啊！爸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？咱们老关家三代单传，你爷爷是单传，我也是，到了你这辈儿啊，就盼着有个孙子呢。可是没想到，他一连生了两个姑娘。本来我们都死了心了，没想到你妈怀上你了。徐清风比不上，比不上，他能跟你比吗？不能比呀、啊！你别哄我，我哄你干嘛呀？行，宝，我是你亲爹，你不相信别人，还不相信你亲爹我呀？哎呦，哎呦我。哎呀，哎，哎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，嗯，活得久一点，陪着我，别要死也死在我后边。别这么说，傻儿子。爸爸呀，爸爸活着的使命就是为了能让你过得更好，记住了啊。行了，行了，咱吃点东西吧。啊，平花，来，我要再抱一会儿。哎呦，啊，再抱会儿，再抱一会儿。哎呦，好好。哎呀，我的宝贝，你都多大了呀？啊，够了。来了，哎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，还没吃东西呢吧？随便吃了一口，我就知道你不好好吃东西呢。给你买了很多吃的，我都妈给你做。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哎呀，这鸡和肉要搁到冻箱啊，这鱼要冷藏。嗯嗯，哎，我把这给你收拾了啊。妈，郑雷怎么样了？住了一两天就出院了，身体没事儿的。就是这人吧，闷头闷脑的，白天在家睡觉，晚上出去开着车瞎溜达。我想啊，反正让他散散心，所以也没管他。那我还是回去看看他吧。哎，你千万别，你那么忙，你忙你的，家里有我们三个呢啊，你放心。妈，真是对不起，家里出这么多事情，我都没帮上什么忙。看你说什么了。
我还得赶快给你弄吃的，一会儿回去呢，你妹妹他们两个要回来谈婚房装修的事儿。哦，看这鸡蛋买的多好啊。妈，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您说，我妈走得早，自从您跟我爸在一起以后，不管有没有雨晴和郑雷，你对我都像亲闺女一样，那么爱护我，保护我。有你这样的好妈妈，特别幸福。傻孩子，自从我跟你爸结婚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妈知道一个人生活挺难的，不怕，有爸妈在呢，我们跟你一起扛啊。孩子，要先把日子过好。相信你行的。我觉得你能行的。谢谢你，妈妈。清风特意去给你们买的这个良品铺子综合果仁，爸妈你们每天一包要吃啊。清风就是孝顺，什么都想着我们。是是是，应该做的啊。对了，关淑刘阿姨，我们的婚房设计差不多了，下周就可以进场装修了。嚯，太好了。那个，你们都忙，现在宝儿也好多了。不行的话，我过去给你们鉴鉴工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我也去。谢谢叔叔阿姨。谢谢爸。哦，对了，哎，这什么？这个你们看看呗，就是给你们设计的那个房子，一楼的院儿还挺大的。哎呦，这院子好大呀，好敞亮。嚯，刘阿姨。雨晴知道您喜欢种花种草，所以特意选了个院子大的。哎呀，真是这么大的院子，可是能种不少花草呢。以后我可有事儿干了。是是是，哎，关叔叔，那个小区啊，空地儿大，您可以玩无人机。那个小区还有健身房，周边有医院、超市，还有银行，很方便。嘿，这配套真全啊。啊，真好真好。清风特意给你们设计的是那个智能家居，到时候窗帘啊、空调、冰箱、灯什么的，拿手机就可以远程操控，而且半夜起来你们起夜的时候再不用摸黑找灯了，走哪亮哪。哎呦，我就爱鼓捣这玩意儿。你得教我，我可不行。哎，这个，哟，这是钢琴吗？妈。妈，我记得你在幼儿园上班的时候，你特别喜欢弹钢琴嘛。这下在家里就给你买了一个，你可以把你的喜好再拾起来。哎呀，你看，这老了老了，还以为这辈子都弹不了琴了呢。哎呀，真是跟着女儿女婿享福了啊。叔叔阿姨，这房子的设计啊，雨晴都是按照你们的喜好为标准的。哦，那个智能家居都是清风的主意，他说，简单易操作，适合老年人。哎呀，那个甭管是谁的主意了啊，我觉得咱们都是沾了儿女们的光了，我们得好好谢谢你们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们应该做的。哎，对对。来，咱们一块吃这个良品铺子吧，一块吃，一起健康，是吧？哎，瞅你高兴的。嚯，清风买的什么都好吃。那可不，我姑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我在门外都听见了。哦，回来了，接着聊啊。怎么一来这么安静呢？嗨，也不配听啊。啊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哇塞，哇。
徐大夫，你这房子够大的呀啊，这得收不少红包吧？医生不收红包，这房子是我跟你姐贷款买的，我们要还几十年的贷款。哎，爸妈，还真打算搬过去？说的好听，去了指不定谁照顾谁呢。这俩大忙人一天到晚也不着家的，最主要是那个徐清风的妈妈不待见关玉琴，是吧？他肯定不会去伺候的。到时候你们去，说句难听的啊，你们去了就是当保姆。振雷，你累了吧？回房休息吧。啊，对，嗯，去吧，我一点都不累嘛，我必须得在这儿，我得在这儿听着他们炫耀，都满足他们的想显摆的这种渴望，是不是？那个，行了，宝儿回来吧。我也该给他做饭了，是吧？就先到这儿吧。你们不在这儿是吧？冬云姐，冬云姐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啊，自己罚一个。行，自罚一杯。坐。哎，老万，快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美女啊。关多云，我们公司的新博主，但是呢，现在粉丝已经超过17万加了，阅读量突破5000大关。恭喜啊！谢谢万总。多云姐，你不用谢他，主要是我会演独剧。你可拉倒吧，那你的话就应该多介绍点优秀的博主啊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一天到晚在这蹭酒喝。不是，你不让我们把这些酒喝好了，谁给你干活呀？行，大家喝开心，我买单。哇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你好，我叫米格，是美妆类的博主，久仰大名。您的公众号我已经看过了，觉得内容还不错，您形象气质也很好，所以想联合您做一场线上的活动。米高，你这边感兴趣吗？我当然愿意啊。这么大个美妆大 V， 你请我们光云姐，你给多少钱出场费啊？哎，老万，这怎么刚开始就替你的爱将讨价还价了？不，您放心，最上六位数。哇，合作愉快。来，恭喜多云姐。恭喜多云姐。我们一起去跳舞，嗨起来！行，好嘞，慢点啊！拜拜！你俩怎么走啊？啊，我叫个车，先送多云姐，然后我再回家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嗯，万总再见。拜拜。嗯，多云姐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叫个车。志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啊？医生怎么说？没什么大事，医生说养几天就好了。哦，小白，这男人怎么着啊？报警吧。算了，花多少医药费我出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地方没你说话的份儿，给我站边去。火气别那么大，送我回家吧。小白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冬云姐，你们好好聊，我先走了。嗯，走吧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要打人？还玩个眼睛是吧？你知道眼睛对飞行员多重要吗？这是他们的职业生命。你跟踪我？不是跟踪你，是关注你。这小子追过雨晴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还跟他搂在一起，你膈应不膈应啊？他比你小那么多，最关键的他就是一花花公子，就见一个爱一个的人。你说你找谁不好，你找他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你不明白啊？傻子都知道，
他有可能看上一个带着孩子离异的女人吗？他就是玩玩啊！你不自爱，你得考虑考虑孩子。我不自爱，你是想说我不配对不对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婚姻是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没有想到我们现在是一地鸡毛，反目成仇。即使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你还在认为复合是你恩赐我的一个机会。不是，朵云，你至于吗？你干嘛非给我较这个劲？陈志军，我跟孙小白是清清白白的朋友关系，请你不要无端揣测好不好？你以为我配不上一个年轻小伙子的喜欢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关多云没什么配不上的。宝儿，哎，起来活动活动，下去走走，别老在屋里边窝着啊。那个冰箱里给你留饭菜了，给你炒的宫保鸡丁，饿了想着吃自个儿啊。哼。爸，这干嘛去啊？哦，那个你姐跟清风那屋子不正装修呢吧？我这抽空过去给鉴定工。他们的房子装修好了，你们的房子也快了吧？嗨，那还早着呢。真要过去住啊？主要是你妈喜欢那房子，这么多年了，她一直藏在心里边也没说，她就喜欢要一个带院子的房子，还有钢琴。你不能走、啊，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，宝啊？爸，我求您一件事。行，你说。我不同意他们俩结婚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妈吃不了了，别拿那么多。苹果对身体好，多买几个。得吃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一会儿咱们再买条鱼，买鸡蛋，啊，好好，你想买什么咱就买什么啊。你说你满世界飞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，妈真怕你不会做饭，不会做家务，啊，没想到您秒变，现在还有点像老婆的样子。哎呀，你就别笑我了，我们俩呢约定好了，以后我要累了就他做饭，他要累了就我做饭。两个人都累了，那就出去吃。嗯，约定的好。谁也不是王子公主，就不用那么矫情了。我们俩要做婚姻里的好夫妻，生活里的好战友。就冲你这觉悟，你这表现，妈再给你做两道好吃的。那我要吃饺子。你多久没给我做饺子了？你要求太高了吧？三鲜馅儿的。好，给你包。咱们去炸虾仁去，行。然后，韭菜还得要韭菜呢，走。我在这个家已经是个局外人，冠雨晴现在要把你们弄走，这就是存心想孤立我。你千万别误会你姐，她就是没安好心，找个老公，心外科专家，以后你们还得求着他们俩呀。是，你现在是立场还坚定。那以后呢？我不傻，其实你心里可喜欢徐清风了。宝啊，你真是想多了你。爸心里只有你，谁也动摇不了你在爸心里边的地位，知道吗？那你证明给我看。行，我不搬了。让你妈一个人过去住，我留下来陪你。你看这行了吧？不行，反正你不能答应他们俩结婚。宝啊，婚庆都定了，你姐跟清风那个婚房也都装修完了，你姐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喜欢的人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答应。我不能让徐峰抢走你。
咱能不能换个方式啊？要不我跟你妈都不搬回去住了，我们一块儿都留下来，行吗？你看，心里还是舍不得徐清风，你的心早就飞到徐清风和关巡台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报告。哎，干什么你啊？干什么你呀？别干啥事儿！爸，老关家有我没徐清风，有徐清风就没我。你要把自个儿伤了，爸也活不了了。你选一个，选啊！你现在是立场还坚定，那以后呢？我不傻，其实你心里可喜欢徐清风了。老关家有我没徐清风，有徐清风就没我。包饺子了，就等你回来下锅呢。哎，玉琴啊，晚上爸想请你吃个饭。啊？嗨，我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。那个，我和妈包饺子呢，你回来吃吧。你不是最爱吃火锅吗？爸爸想请你吃顿火锅。啊？那我跟妈说一声啊。那让他别做了，我们一起过去。别，爸爸就想请你一个人吃。好，那我就想想办法，自个儿过去，啊。那你把地址发给我，马上过去。嗯，好嘞。妈，我得出去一趟。快坐吧，哎呀，我刚才给你点了这个鸳鸯火锅，还点了点吃的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好端端的怎么想起请我吃火锅了？妈在家做了一桌子饭，我
就跟他演半天，我才跑出来的。来，对了，你看，我还给你带了一瓶酒，喝点呗。好好好，真是好闺女。爸爸知道，就爱吃火锅。平时为了工作，自个儿总是节制的。今天啊，爸做东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咱们敞开了吃啊。那个，等会儿啊，服务员，把菜单拿来。来了。来。哎，好嘞，我自个儿来。我来。你好，您要的菜单。哎，好。那谁，李晴，来，你看看还想吃什么？好嘞。点。这不都已经点了这么多了，够了。那有什么事我再叫你哈。好的。哎，好，那谢谢啊。不客气。爸，嗯，是不是因为你要嫁女儿了，所以有点舍不得，才请我单独来吃饭的？还真是啊，那个，爸爸真有点舍不得你。哎，你说从上中学的时候你就念那个寄宿学校啊，来高中到大学基本上就没在爸妈身边待着，工作以后呢又满世界飞，整天都见不着人，领导还经常派你出去到国外学习去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说你这一年跟家里人在一块儿待的日子呀，咱们掰着手指头都能算出来。哎，这个，哎呀，时间这一转眼过得真快，你说你说话这就嫁到别人家去了？什么嫁到别人家呀？总共也没出一个小区，这以后天天都能见着呀，这算什么呀？行，来吧，咱俩喝一个。哎，好，祝我幸福。哎，好，哎，祝我闺女幸福。嗯，哎，谢谢爸。那个，雨晴啊，这个事儿能不能再先缓一缓？哎，爸，我可都喝完了，你怎么还缓一缓？你平时不是挺能喝酒的吗？哦，不，我不是说喝酒，爸爸是说你结婚的事儿。能不能先缓一缓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对，你跟清风接触的时间也不长，那么着急结婚干嘛呀？再多谈一段时间恋爱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担心什么呀？那之前你不是也觉得他挺靠谱、挺好的吗？是，爸，是你的意思吗？啊，是我的意思啊。哎，你别想多了啊，那个跟宝没关系，宝他没闹，真的，真是我的意思。我，哎呀，我说怎么好端端的请我吃饭，合着今天是鸿门宴呗？二爸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说缓一缓是多长时间啊？应该。不会太久吧？不会太久是多久啊？需要等到你的宝长大、懂事儿、成熟了，才能让我结婚啊？不是，那万一你的宝永远都这样，那我还不嫁人了？不是，雨晴，咱们想问题别那么极端，好不好？爸，你宠儿子能不能有点底线呀？是我极端吗？好，我承认，我这么提要求啊，对你来说是有点过分了，可是。你弟弟现在这样，你又不是没看见，对不对？他是真爱贝贝，贝贝在他眼里边那就是他的命啊，是吧？你想，他离了，这个时候你热热闹闹在这边办婚礼，你弟弟他受得了吗？对吧？也不是说不让你结婚，咱先缓一段，好不好？我要是不同意怎么办？早结晚结都是结，推迟一阵又怎么了呢？再说了。这清风那个人品好啊，他呀看上的人肯定不会变卦的。就替你弟弟想想，让他喘口气儿。咱们再换一段，好吧？清风人品好，所以就得让啊。你就欺负他呀？我好说话你就欺负我是不是？一个离婚一个结婚，这本来就是两码事，为什么非得绑在一起啊？不是，你看你弟弟现在这个样，不，你是真看不见的还是假装看不见？什么样了？他现在一见着那成双成对的东西，他就想起贝贝了，想起贝贝，他当时就能嚎出来。你说你是他亲姐姐，你这个婚礼对他能没有影响吗？现在咱们不帮他不救他，他这辈子就毁了他。
哎，你这左一个宝，右一个宝，我就想知道，在你心里边我算什么呀？你这么爱他，你不爱我，你生我养我干什么呀？你说的什么话呀？这是，啊？不，咱们在这说怎么帮助你弟弟呢？你扯着没用的干什么呀？真的，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他。无论他闯多大的祸，无论他什么样，你都那么爱他，你爱过我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哦，你是说我不爱你是吗？你爱过我吗？我怎么不？从小到大，你说是哪一点儿，我对不起你？我就问你，如果我和他同时做手术，医生说只能救一个，你救谁啊？我要救儿子。